在中国故事，云南外籍尾牙时刻就是现在啊！现在呢，所有的摄影师、还有导演、还有我们的企划呢，还有主持人，全部都在我们现场了。刚刚呢，由我们的林霸王抽出了这根短签，他马上就可以选择他的礼物了。有一二三四四个编号，林霸王，你选几号？我选一号。一号，非常的好。马上就要来公布由戴嘉云提供的一号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我个人认为非常的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个人觉得呢，非常适合林霸王，因为呢，林霸王平常尿尿的时候花了非常久的时间。个人觉得呢，现在这个礼物绝对就是非他莫属了。原因就是，当然。没有错，这是我去东北的时候拍的海燕汤海参胶囊，它可以补肾补气啊，让你的肾很有力，尿尿那也不会这么久了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贴纸，凡尿过必留下痕迹，你就可以把它贴在你尿尿过的地方。霸王送给你啦！哦，谢谢谢谢，耶，拍手耶！玲珑，那个是外用的哦，是内服哦，是外用的。胶囊，重点是，重点是戴嘉云，你干嘛把这个带来出外？啊，被发现了！我是想说，我在外景的时候会有点累，就是要补元气一下。因为呢，上次去海燕堂拍这海参胶囊，拍完之后就觉得，海上好像还不错，然后吃了几颗，就体力有变好。下一个，抽。好。等一下啊，好，导演，对，导演啊，有啊，没有啊，导演，你怎么那么急啊？干对的，看这个东西，小班，快点专注点，一人一，哎，中啊，是我折掉了，折掉了，对，小班，好，二三四选一个，四，四号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先倒一下，等一下四号拿出来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一干而尽。你到底想到我的啊、看你想去死床班长的纸条，这道礼物呢，我个人认为也是蛮适合小班的。原因就是呢，平常我们在车上睡觉的时候呢，都会想要戴帽子，然后戴个这个围巾什么冷冷的。小班呢，因为帽子戴太久了，头发有点稀疏，所以呢，我现在送他这个礼物呢，可以让他不用戴着帽子就可以睡觉，那就是我们的睡觉枕。你很烂，你在讲什么？他用过了，而且你一路睡过来，调我的关关头什么上面没有，这超好用的，好不好？上面还有口水。我这出发没有带什么东西，也没带礼物，我这个算是很诚意了。戴帽子因为遮太阳。哦，好，你不赖，高看起来蛮高。但是你头发还是很少啊，牛马，牛马。干，你要开车就逛它。哦，还有谁还没有？江福源跟那个小肥都还没有中，对不对？二选一哦，下班了。小肥先，对，你要中哪一支呢？江福源，你睡透了啦！这下给我的啦！二三，你要选什么？二三，哦，糟糕！二三的话呢，这其中有一个相当适合小肥，有另外一个呢，小肥因为是看片王，所以呢，可能有点不太适合他。像打胡子玉说的二号三号全买第一种，提示一下，不能提示。三号，噔，没有错，以我跟小飞深厚的交情呢，我刚刚暗示，好痛，已经很明显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噔宰族小镜子一个名。哇塞，太妙了，真的，这就是我跟小芳那时候去夜市的时候买的。感动。有小妹，大家已经长大了，感觉真的。好，接下来的，好，最后一个礼物，依然照惯例还是要这个死拉一下，对不对？死拉一下，然后那个拉快一点。江福源呢是一个单身汉，需要女朋友的陪伴，所以呢，他平常在家里都会非常无聊，不是靠家呢，就是靠家，还是靠家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拉够他。CSI NY 的纽约片的 DVD， 哇，耶，看片了，导演，精装版的是不是？精装版的，大陆，精装版的啦，我要 CSI， 我要，是大陆版的吗？狄仁杰啦，英文，他妈的，导演问我了，哦，太难撕了，大家棒，什么东西？很棒，好了，快点。
不错，是相当好。酒嘞？没有酒啊。有。大家要干杯了，大家干杯了。哇，我变摄影师了呢。没有错，一人一半。小潘喝多一点。小潘据说是这个千杯不倒男。小潘号称千杯不倒男，霸王号称不举男。号称尿尿十分钟男。我们都是尿尿相当慢，如果我怕你说你这些通通都会放到部落格上面哦。放到部落格喽，来耶！我的新春哦，耶、yeah, ！新年快乐！再讲一下，虽然我们尾牙没办法参加700多人盛大场面，但是我们五人小组在远在那个西双版纳的猛辣店，照样可以。绿宝石大饭店，绿宝石大饭店，绿宝石，Green Ruby， Green Ruby 啦。而且是三楼哦，干杯，三楼没有电梯哦，这里是要搬都被死掉喽。厕所还是蹲式的哦，厕所那冷热水要等好久，干杯哦。哦，这麦茶好好喝哦。感觉轻轻都有那种营养包围，难怪了，难怪了。带气泡的麦茶。来 ending 了 ，ending 了，大家与 ending 一下。好了，今天非常开心啊，虽然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参加明天的尾牙，但是呢，我个人呢。举办的这个小小的尾牙，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宾主尽欢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真的得到非常属于他们个人的这礼物啊！虽然这礼物不是很精美，但是呢代表我小小的心意。拍手 ending， 大家你的梗弄100次了。对啊，我只能拍手了，不然嘞，拍脚。